第242集，福。青丘之下相互嵌套的岩洞之中，李火旺一行人站在一片银光下，看着外面的出口。哎，这么高啊！这而且这都是直的，这怎么爬上去啊？狗娃仰着脖子看着洞外的点点星空，艰难地说着。这种事情对于其他人或许是大问题，但是对于现在的李火旺来说很容易解决，哪怕他解决不了，他身边的人也有别的办法。李火旺扭头看了白灵淼一眼，对着他扬了扬下巴。白灵淼脸上露出些许的犹豫，可是他最终点了点头，用红盖头把自己的脑袋盖了起来。看到这一幕，李火旺表情微微一凝，便什么都没说。头戴红扎巾，脚踩紫薇地，上官多吉利，南斗靠北斗，南斗星六长一柱，北斗口内紫薇多。伴随着鼓声跟神调，被仙家附身的白灵淼猛地一仰头，透过红盖头看向空中的那点点星空。白灵淼的身体开始短暂地抽搐起来，当抽搐结束，直接抢过高志坚身上用来捆李火旺的铁链，紧接着身体仿佛没有骨头般瞬间垮在地上。他扭动着那软绵绵的身体，如同一条人蛇般顺着光滑的洞壁游了上去。几乎垂直的洞壁，白灵淼却如履平地，以极快的速度游到了洞口。很快，那条用来捆住李火旺的锁链被扔了下来，落到了其他人面前，麻烦轻松地解决了。你们先上，我断后。李火旺在月光中站定，警惕地看着月光之外的黑暗。李师兄，你都伤成这样了，还是你先上去吧，我来断后。孙宝路看着李火旺身上的伤口，很是担心。也不怪他这么想，实在是李火旺的样子过于凄惨，左手那残缺的手指还在滴血，胸口的皮也被剥没了一大半，身上就没有一块好地方。墨迹什么，让你们上去赶紧上。李火旺直接回绝了他的好意。他明白，在这种情况下自己的实力最强，撤退的过程中如果真出现了意外，自己也能应付过来。可如果是其他人断后，要是真遇到麻烦，说不定就真的没了。在李火旺的一再命令下，其他人开始顺着锁链往上爬去。人都还好办，这其中最难的还是那不断蠕动的黑太岁，不断扭动的他费了好一番功夫才被捆在锁链上，让高志坚给硬拽上去了。仰头看着他们抓住锁链艰难地往上爬，就在李火旺估算着还有多少时间的时候，他的表情瞬间变得凝重，忽然转身看向自己身体左侧的黑暗，有些狼狈的寒符顶着他那两个畸形脑袋从黑暗中走了出来，身上的黄色道袍染了很多血，很显然是之前李火旺攻击造成的。他并没有走入月光之中，而是站在月光跟黑暗的交界处停了下来。看着握紧剑柄的李火旺，韩福脸上似笑非笑地看着他。玄阳道友，看来无关紧要的人都已经走了啊。是啊，都走了。李火旺右手的五根手指握得嘎吱作响。哎，李师兄，下面没事吧？你跟谁说话呢？狗娃的呼喊声从洞口处响起，听到头顶空旷的回声，眉头紧锁的李火旺大声喊：没事，我在跟幻境说话，你们接着爬。随后李火旺冷冷地看着面前的道士。你其实早来了对吧？等了这么久就是为了等我落单，你真觉得你能斗得过我？韩福摇了摇头，脸上带着一丝得意。你没察觉到之前剑上的几道符都已经被我捅进了你的身体之内，裹住了你体内的五脏六腑吗？说完他双手张拉，随着两边宽大的袖口在空中不断挥舞出呼呼声，围绕着李火旺，
四周的地面瞬间浮现出一道三丈长的巨大鬼画符，跟他们口中烂牙颜色一模一样的符箓刚一出现，就把李火旺整个都照了进去。紧接着李火旺立即感到寸步难行，安提达平那积极力上，随着寒符一声低喝，那道地上的巨符如同活过来一样，一条条扭曲的黑黄相间的线条瞬间爬满了李火旺的身体，顺着伤口钻了进去。看着僵在原地的李火旺不再动弹，韩福脸上露出一丝得意。活的心锁就这么简单到手了，明明很好捉嘛，真不知道那些人为啥总说对付心锁别来硬的。他们懂个啥，心锁这么稀少，一帮子没见过猪的家伙在那商量怎么杀猪呢，肯定商量不出什么名堂来。韩福那个拳头大小的脑袋跟着另外一个自己一唱一和。韩福走了过去，就对着僵在原地的李火旺继续评头论足起来。这心术从外面看感觉没啥区别呀，怎么就这么稀罕呢？该卖给谁呢？这卖给别人不合适吧，指不定别人看到咱们实力后抢了咱们的心术，不如咱们自己用。这咋用啊，直接剥光了扔到锅里煮了吃了吗？光听说心术稀奇了，也没听说稀奇在哪儿啊，还是卖了吧。都不知道稀奇在哪儿，谁知道价格，万一咱们卖亏了呢？回去问问师傅吧，他老人家见识多广啊。那万一师傅为了抢咱们的心术杀了咱们怎么办？就在韩福两个脑袋还在议论如何处置李火旺的时候，僵住的李火旺忽然手一伸，在韩福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扑哧一声把手中长剑捅进了对方的肚子里。这怎么可能，我明明放出了你的嘴角缓缓流血的韩福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充满戾气的李火旺。小子学艺不精，别去别人出手抢劫了。伴随着李火旺一声低喝，直接把捅入他肚子里的长剑竖过来，抓住剑柄的双手猛力往上发力，刀刃划破肚脐眼儿，直直的从下往上朝着脑袋劈去。都到这个时候了，韩福却依然不肯放弃挣扎，举起自己双手就要掐诀。这怎么可能啊！可刚要放到胸口，李火旺的长剑也已经划到了。伴随着飞溅出来的血液，好几根削断的手指头也跟着飞溅了出来。在韩福那充满不甘的呐喊声中，李火旺手中的长剑迅速但是又坚定地逐一划过他的喉结、嘴巴、鼻子还有额头。